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本，欢迎收看福气乐业。今天六队米的乡镇都用其自家的特色，啊，讲到总队昨天，大家有两般的印象呢。昨天强唔但强系我们六队地表吼最早发展的地区，佮伊也有几多无穷的历史古迹啊、文化资源，甚至讲还有几多美食咯。安尼啊，按到安好的条件，昨天强说为着要推动观光事业，一几年来也上忙啊，在申请国际门市。假使讲佮申请成功的话，佮都系我们台湾听做屏东第一的国际门市哦。哦，啊为着友好来推动一条观光事业。公所也特别成立了一个文化观光所，啊，一个文化观光所都在提公众内容做嘛个，比如用办类似了个昨天的台式事呢。今日我们就特别邀请到文化观光所的戴正仁来所长来到节目直播，好好同大家分享，我们加加来分享我们所长吧，分享所长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昨天用所文化观光所的戴正仁。哇，分享所长来到节目直播哟，哎，所长你。更加昨天成立一个文化观光所的嘛吼，啊，不过嗯，这个本身是昨天人吗？哎，来自昨天啊，哦，本身办事都太多太昨天。哎，爸爸是内部的人，嗯、啊，哎，本身哎，在内部的出世，啊，差不多有多过社会时间啦吼，那办事昨天一餐的，哦，啊，底下呀吼，有通过平东市的总政过社，嗯，啊。都毕业下来又托种植过种，嗯，哎，爸爸又在你父的地方又起屋个，啊，哎，我们他家人又办起你父的，啊，我们过种毕业以后啊，吼，又去高雄啊，吼，去公务员读书，啊，做兵下来以后啊，吼，考上公务员呀，啊，又分发的各县乡公所做一个沙棘的业务。啊，一直都更加好啊！哎，过去也好，有做过沙棘的业务，啊，有做过图书馆的馆长，嗯，啊，更加哎，我们今年的五月初一的吼，啊，神州也担任也文化观光所的所长，啊，文化观光所的所文化观光所的也的职务啊，吼，又是顾名思义，又是我们的。文化观光的工，文化观光的工作哈，啊，第一年所长，我们的前，因为我们，曾国峰先生，啊，以青勇县，啊，办了青岛的发通，比如讲，我们国际门上的也被储备的业务，啊，还有我们第57届的六队运动会，啊，用办的有声有色，啊，屯他人报告。哇，安尼谈方咧，一个哦文化公共所内容一定咧多咧。啊，不过睇下详细收集一个内容之前，继续来请教一下正讲，嗯，所长自家之前的经历啦吼。哎，条条有讲到讲自家之前在昨天复播之前，迄个家乡，其实喺俺们六队咧一个乡镇，错冇？系哟。哦，安尼难得咧，其实家乡这片复习的又多多去杀去，安尼请教一下所长，自家对你自家的观察啦吼。更加昨天同个角色，今天提啥其他，也是讲观光事务方面啊，有冇个相同，也是讲冇相同的地方啊？角色啊，吼，因为有啲山啊，嗯、啊，昨天一片平原，咱查一个有山啊，一个无山的一个差别，啊，底下民国88年底下呀，吼，又考上也是公务人员啊，分发到我们的角色的乡公所，啊，底下呀，吼，角色啊，吼，伊。咩系一样人口少，啊人口外也挺严重，啊底下主要啊吼，他个人乡亲咧在经济收入吧吼，大部分系农作物，比如讲种菇诶，种笋诶，一条，啊底下乡种啊吼，也佫有这种诶概念吼，底下李总部先生啊吼，底下乡种佫好少，啊底下有这种诶概念吼，因为讲。屯也甲先啦吼，打造一个观光的一个城市，啊，因为甲先最有名的有迄个马祖笋，屯的槟榔新芋，吼，因为我们咧的槟榔的新的的乌的吼，嘿，啊，底下有屯我们他个人啦吼，因为有屯也着沙溪商圈也着吼，强化了攀岩的甲先的乌笋节。好、哦、啊，底下对两千人
两千年底还攀梯个，俺爱吉米啦吼，过用遐啦吼，可以诶，有诶讲产米来师傅，吼啊，底下咱开始啊都，可能诶也商圈啦吼，底下咱一个雏形啦，底下把某商圈呢一个形象商圈呢一个组织体，一个成立。哦，啊，底下银行趁钱啦吼，要囤遐沙棘的，得一条店家，一条文书工作者，啊，有人用银行的农民，哦，他个人看看咯，怎样个来做遐他个人的一个配合的工作吼，啊，拢囤遐银行的农民，遐树上个好，啊，遐的树叶个高，啊，银行的店家吼，服务怎样个提升，吼，啊，有嘛个种个。行社会的方式，好，阿人他人讨论，阿人又出现又选的两千人的海，组织一个甲现象，形象上前的贾先生形象商圈促进会，接下来啊吼，规模唔会讲过太大，啊唔过啊吼，他人拢过有的向心力。哇，无简单诶！真是当讲，可能咧管公司傅吼，其实除了对可能强工作啦，也还重用天气吼开始之外，最重要还对可能杀气开始，尤其遐可能做一个杀气养草的师傅吼，过到管工吼，还对可能杀气养草开始咧。啊，不过诶，所长，听讲，你自家本身迄套也着管公司傅也着诶课内嘛，也还有相关的经验，假使讲第一摆。做一个公务人员，然后又来做一个管工啦，吼沙器师傅，你第一摆感觉很样板，有各种手足无措啦，也是讲会强强嘛。会哦，因为啊吼，我们毕竟啊吼，那迄个天气课毕业呗，吼，咩的观光啦、文化呀、本科呢，得出身的吼。啊，我说讲，我一考上公务员底下吼，我面对讲底下都拄好。一考啊上88年，一年分发到甲县啦吼。底下无几阵日的921大地震又来诶。啊，底下吼又因为底下都做存官司啦，啊又派去南投诶埔里啊埔里镇啦吼，做一个的指引的工作。因为底下吼南投地方诶灾情过于严重，啊底下看到青岛一点地方诶乡亲。不过吼，拢往下啊，人数上希望过多啊。底下又感觉讲，安尼咧，伊又问到讲，伊阵后续安样？伊阵经济安样来做一个维持下去？吼啊，安样伊天数也在着向前。啊，虽然讲职业咧断一张页左右吼。啊，不过啊吼，古来一般来讲讲，体上足体体甲弦啊吼，安尼，外底下又甲上到讲，安尼，遐咪爱做一个公务员啊吼，希望讲味道也爱向前啊吼，也爱经济个成分啊吼来达标。啊，其他个拄拄好，还有夫妻啊，沙气发展的任务，吼啊，安尼。也去参加的沙皮市内政部沙皮市的这这研习啦吼，还有文化部的这社区营造的一个研习啦，还有底下观光局底下有也观光事务的一个研讨研习啊的吼，啊又讲慢慢的可能又去屯沙溪乡下来成长来学习，好啊底下因为啊吼，体格先啦吼，对，他个年底啊吼，底下对这个事情无安多啦。啊，变来讲啊，人又又来讲对沙溪的工作又有兴趣，啊，啊人又搁投入也爱工作。啊，因为啊底下沙溪啊吼，也是因为啊吼，一定底下拄拄好，也个人事更迭过严重，吼啊，过多个行政的人员。又无怕行政的工作啊，吼，又无怕做一个担任吼，啊，阿人又会想讲，阿无阿人又来天数杀去，啊，先来对阿行政工作，吼，安用申请补助，安用写计划书，安用来组装，吼，又拢同阿人杀去的一条干部啊，吼，分享，吼，啊，本他个人杀去，有的又讲有晓得写阿计划书，又可以申请到这经费吼，啊，又可以。
遇到这个煞气，身体也得福利也得，好、嗯、啊，肝也得发通，安尼。哦，原来受众都要有前面那提价钱，按到丰富的经历，安尼人家对调到做起来，顺利也给文化工作所做也得文化师傅，应该有个收入的嘛吼。哦，也系爱谦虚啦，嗯，嗰个推动也得师傅应该该顺利啦。哦，哇，观众朋友。原来我们竹田乡为了要推动一个公共师傅生意的文化公共说，哇，我们手中有很多丰富的经历呢。啊，不过头头手中讲很多事情，文化公共说到底还有哪条故事呢？休息一下，继续来同大家分享哦。前面谈的受众咧，就可以讲竹田乡的文化公共所盼的改道的发通吼，为了要推动一个慢生嘛。啊，不过今日盼的发通到底有哪条内容呢？继续来请教受众咯。受众，头头有讲到啊，俺们竹田公共所为了要推动公共事务嘛，盼的改道的发通，俺们先来请教一下，俺们个太发通吼，又盼的个六队运动费，哎呦，六队运动费谈讲同其他运动费有冇相同的部分？竹田要不要多加某个特色啊？我们一般在六队运动费也好，第57届，啊，伊啊比赛项目啊吼，迄对三岁一直到72岁拢可以参加。啊，一般参加的人员啊吼，也是历年最多的，差不多有5000人啥。啊，我们一般比赛项目啊吼，也是破纪录，有幼儿的滑步车啦。马拉松啦，因为有传统的也得个六队运动会的也比赛项目，啊，我们前所中啊吼，个用心带动我们的团队啊吼，他个人强下来打拼，啊，同样57届六队运动会啊吼，他呢有上有下。嗯哼，真是啊，有谈过几多个朋友讲，哎，踢拍二了，看一下一个运动会，啊，不过除了安尼之外，还谈过一个运动会底部很假的个个踢拍些。趣味竞赛也系嘛嘅，听人河巴顺后拍伊咧闯关咧发动计系嘛嘅啊？哦，计系客庄游站，嗯，嘿，对于听人昨天咧在东港海，嗯，哦，计下有人绿队嘅一条嘅团体啦、机关啦，哦，有分也各种都三飞组，哦，啊，人一条比赛选手啊，吼，因为有唱牌嘅，啊，有一条。类似的周边的这种的五项战绩啊的，好、啊，我们一摆的客庄游站啊吼，他人的风评也最好、哦，啊，希望讲我们下一届以后可以参考来运用啊嘞。嗯，啊，恁恁有想办法讲，哎、欸，某一天办运动会的时候，将来办一个，我们平时也可以办一个发通本。发展成为安尼，做成强的咧特色咧发通啊！哇，也都是人家建议改好，其实也好改容易，也可以结合到安尼竹田，改闹的也东港海水，啊，因为有安尼客家也得个精神，吼、哦、啊，也点子改好，安尼以后啊吼，迄个是讲无嘛个咧太水啦的话吼，安尼一年就可以拍一摆哦。嗯哼。那最重要还讲，俺一百无够多，假使讲你有办，俺可以继续来讲。哦，无问题，一定要，对，下一摆拍的时候一定要屯高本主持人，然后来邀请。好啊，好啊。哎，不过除了拍一个运动会吼，拍在几号之外，因为爱推动一个国际慢神嘛，啊，国际慢神，伢谈讲拍的几多会发通系咪？哎呦，伢国际慢神啊，吼，伢。得到呀，意大利的国际慢城的认证哈，老实讲，这才无简单，因为要以包含了8大面向、72项指标，啊，我们的雄壮啊，我们的雄壮啊，吼，傅明雄先生，对6年前，底下又有香港诶，加入来国际慢城，因为底下多多台湾替的国际慢城凤林镇，底下成立，啊，凤林镇长啊，吼，又提鼓励讲。民用车就可以来做一下啲国际慢城，昨天啊，佫有条件，啊，佮系向总也好，又同阿人咧向我所有的主管讲，讲阿人，系咪他阿人乡下来创作一个慢活、慢食、慢游的一个环境，啊，本阿人向前啊吼，透过一下啲
认真的也爱歌唱啊吼，可以改善个人向方轨道，不管是社会福利啦，还文化啦，还接待人那个接待的服务啦，也得等等吼，迄个讲符合到也爱的满上的指标啊吼，不帮个人做天，佫较好啊，本乡亲骨头树叶。以后环境会变好，安尼。嘿，接下来向总提六年前又也爱教学，接下来因为也指标啊归明确，七省银行，安尼各科室几乎拢有分批到。嘿，接下来安尼他年吼，遇到也指标啊吼，要改善，吼安尼比如讲安尼做诶。昨天过太问题，要煮个食个的米头啊，好切嘛。哎，等下可能又可以囤的畜牧业者，可以差不多500-600的费，哦，还有囤可能畜牧业啊，哈，提点看你辅导，那这个有补助，好，哎，某个，因为讲可能呢，也得个畜牧的废水啊，有排放。哦，也着个，伊连留下落个早扎早衣也着，可以用个去灌溉提农田，变来讲，有机肥料安尼。啊，然后底下又对个着业者吼来做一个的辅导。吼啊，过来也吼，因为讲然后也个的畜牧业者吼，的也归配合啦。啊，对，也纪念啦吼，然后。不管也爱废水，这畜牧废水哈，这排放诶，这次数就很明显的降低很多，但是还是有。啊，可能那个是讲有诶条牌啊，吼，同样可能呢，其实可能呢，乡民啊，吼，屁股规律，吼，啊，这马上会减记。我说讲可能呢，也是有广大的乡民哈，各多诶乡民啊，吼，各关心可能呢一些事情啊。我说讲，我们也的住个住寺庙吼，从六年前以前啊，都差几多，几乎啊吼，人家过少啦，过几乎过少排的啊。迄个是讲有排啊吼，也已经好话张家那个谈到一排，以前几乎每年他年红钱会翻烟。哎呀，哦，真是有个问题吼，真挺严重。不过吼，好在香港所从地方的人士，大家向前听书啦吼，渐渐的改变了。啊，不过除了符合一个国际慢上的其他个条件之外，能遇到一个判的嗰度的法官还谈讲有一个，那个有嫌弃的，上摆有谈过，也差没有判一个慢食哦，慢食一个法通啊，还贴片加翻个人菜贴文化来作为那个慢食节，其实嘛个一回事啊。等大概年报告哈，这也慢时节哈，我们竹田的部分啊哈，我们去结合的竹田的神农宫，嘿，这神农大帝啊哈，就会尝百草，好也对啊的农作物啊哈，就会讲过去啊哈，就会讲我们一条钱币啊哈，我们一条的我们一条。因为种扎啦，吼种扎，因为讲，过去我们呢，太庙也着各村呢也来信仰啊，吼，大部分我们呢也来神农公，吼，也来神农大帝，啊，我们一般啊，吼，老人家拢讲老先生，过去因为一个慢食的一个会活的一个步调，吼，啊，我们也来神农大帝也好，因为也好，我们。竹田也有个三峡龟冲邀约的，我们呢黄颖大哥的屏东农务青草原的一个金银花，好，金银花，也爱的三峡吧吼，也作为青火金融线，好啊，我们呢金银花吼，也对我们呢人体吼有个好的一个个良好的一个功效哈。啊，嗰时候我们一拜慢食节啊，吼，因为有结合我们菜地的传统，比如讲我们先发传统，因为我们落的一个传统，啊，像有客家的米托，啊，伊啊，迄先用我们菜地的一条食材，啊，因为讲屯我们咧五行八卦的啊，一啲啊，吼，得做一个研究，吼，啊，因为结合我们的
在地的食材吼，啊来做一个这有一个慢食便当。哦，有做便当哦。嘿嘿嘿哦，啊，你同方来过乡饮食嘞。嘿，等下过到乡前啦吼，等下来参加的时候啦吼，拢讲不应酒。啊，等下刚刚讲，也爱出差工，可能也爱慢食便当吼，伊底部的菜色，啊，也食食几个过有特色，啊，也过好食，啊。也系故意啊吼，拢无安尼在开发吼，啊，嗰种话也摆在慢食活动啊吼，焦点几乎有在集中在听安尼咧在慢食便当的部分。嗯哼，哦，又希望真有一个机会，本大家可以看得到啦吼。我感觉有个慢食便当可以好好来推广咧，从其他的地方从。时尚哦，一个观赏嘅片，今日的翻包，今日的片龙都够有名啊！每天人哋咧昨天也可以推送人哋出家一个片龙，他家来到人哋昨天茶上来交流的时间，也可以带一个故事嘛，怎么？对啊，佮过好一个店面。啊，不过有按道的发通吼，从迄大家上下吼来天数来做嘛。啊，不过除了爱拍的好，还可以有人哋指引，爱改防腐再用发通来做一条事情啊。啊，你可以请。像受众来好好收集一下，那你昨天像多大还有哪一条无讲的公共资源？前面也有讲到嘛，历史文化古迹、和美食等等。俺也看到受众，看根本你带来很多无讲的东西，俺讲的花啦、农产品，好好同俺们收集一下，好冇？昨天样啊吼，实在讲，得天独厚，嘿，啊，对过去都紧啊吼，一出俺们呢农产品啊吼，拢可以。中麦嘅也好，有拢上麦嘅呢。像过去中午嘅三米，有俺昨天又有啲平东嘅啲米仓嘅啲称号，好、啊过去挑他中麦嘅芹菜有啲下位很多挑他，好、啊因为讲因为俺们也这个米谷嘅一个集散地，好、啊那位有挑他也系啲啲名称嘅由来，好、啊。过去稻米吼，伫WTO 诶进去之前吼，可能昨天过去多足多天，啊，拢产米过多，啊 WTO 以后啊吼，啊又变咧强诶过多，啊强诶底下也青菜种也拢有，啊无有强诶底下也过多严重竞争，这品质也拢改好，啊！不过我们也纪念啦吼，也咧因为农产品啊吼，这经济的这价值啊吼，慢慢的有在追求。比如讲我们差不多在十几年前也咧的花，这文心兰、热带兰花，吼、哦，还有千代兰、万代兰、蝴蝶兰啊，各种的各种木工的兰花，啊，我们昨天地边最多的都是个文心兰，文心兰，文心兰，这文心兰啊吼，这也纪念啦吼，拢。创作过多的的产量，我们提天一班、提三班，在文心兰的的产销班的合作之下吼，我们昨天目前啊吼，迄出口日本过多的的一个数量。嗯，算好了，昨天又算起一个文心兰的重镇的吼，青春的产地。哇，观众朋友，你看今半年啊，俺们昨天就会有很多丰富的观光资源，真可以来拍很多无穷的发通哦。啊，不过除了要得观光资源之外呢，还有几多好吃好料的，等一下休息一下，继续来同大家报告哦。前面受众有讲的嗰度逐渐向个丰富观光资源，像个文心兰啊、花农产品。啊，不过俺去到一个地方，除了看哦，除了买东西之外，最重要的是的啊，逐渐向有哪条好食的呢？受众，当然逐渐有哪条好食的，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吧。好，同各位乡亲报告，俺们目前啊吼，逐渐最有名的有许也俺们客家的板条，好，因为有弄不甚多的这台地样板。哦，因为讲咸汤圆、大汤圆，吼、啊，伊底部啊吼，在台台两边底部，底部油葱过香，啊，伫，也伫
线香啊，然后也迄个皮啊吼，也可以揪，也迄个太太很棒啊吼。其实过去遐个人，过去差不多拢摕过年的时间当吃得多。啊，故说讲，个人更加也太太很棒，平常时他人拢可以吃得多啊吼，也是一个过好的一个事情。嗯，也个就是咧传统的米丝嘛，传统的米托。啊，不过除了传统的米托之外，他讲昨天还有几多新的偏方和某些会说的东西，像个米色啊，还有都条条讲的做偏东的有几多点加也某些用的黑面。好，比如讲啊，咱在竹田村啊，吼，有一堆后生的啊，过生嘛，齐元亭，啊，伊啊吼，在炒饭真好食，吼，啊，最近啊吼，也有得到一个台湾炒饭王的一个GO 的一个头衔吼，啊，无简单，啊，只是讲伊人目前一条。咱竹田的后生的啊吼，也得做米食的，因为有另外一个米路呢，有一个铁盒子餐厅，好、伊在做在德国猪脚也真好食，好、啊在反正他啊可以来竹田来试一下咱们竹田的这米食。嗯，不过说说咱强调一下，虽然讲咱们竹田有几多某种的公共资源，有湿地啦吼，有高料的，啊，不过最重要的讲，咱们许多的地方，假使讲某些的地方，大家都来营业，可能如果去到黑的地方，去黑的去搞的，啊，你硬能做天用更加有可以黑的地方吗？哦哟，从过去两年报告，按去年的十月的时间哈，按能做天第一间合法民宿已经开幕的。哎呦，啊，因为听按能做天火车站行路不是一分钟哦，又一间很多德旅店，哦呀，德旅店呢的建筑特色啦吼。亲友提示啊，更加目前啊吼，也几多电视名人，吼、啊，还有 YouTuber， 网红，拢会来做一个的入住吼、啊。啊，俺们也德旅店啊吼，也系俺们过去啊吼，德兴碾米厂诶，也系后推来开诶。好、啊，啊，就讲来到也这个又可以。缅怀过去哈，啊又也美轮美奂的一个民宿和黑，啊也还过好一个事情。哎呦，虽然讲自家黑了的品种，因为唐少宗安的收件啊，实在想要落去黑里的黑下天样也安不看那些很用的呢。因为以前啊，真是他个来到一个地方，可是个抹黑的地方的时间，哦，来一年，俺的朋友都讲啊，俺来去看电啊，去那。我马上都做诶，都无提啊，可以深度旅游。啊，更加有迄个地方诶，哎，硬想讲跟台湾朋友过来好好认识硬咧，做田也个地方哦。啊，你咧按图指引啊，所长，你看有个头油，有雷网，有花，有一条，啊，硬有迄个地方，硬咧有上百一个观光行程，硬咧讲个旅行小旅行个条，有推动一条事务嘛？哦，有。我们目前啦、吼，文管所一片啦、吼，有讲开始要来规划三条路线，吼、比如讲竹田分做北中南，吼、我们因为来游赏竹田啦、吼，最好的方式就是骑脚踏车，骑脚踏车啊、吼，来到竹田可以慢慢的行，慢慢的看，吼、因为我们有。条路呢，路街哦，山上过红庙哦，因为有个泥路呢，因为有些壁画，因为有几多的传统的老街，因为有美仑村呢一个嘉陂屯，个有名的老夫子的壁画，好、啊，其实这样也过好，一个客家文物馆最近也已经开开幕的，好、啊，因为中医亭，因为有身后有几多的板条店啦，还有的。这客家的传统，伊个客家的菜也做得真好。啊，我们竹田南埔的部分啊，吼，我讲到也天使花园。那天使花园啊，吼，伊唔单是一个的山温馨人的地方，伊更加吼，也已经塑造啊，变来讲一个我们南台湾啊，吼，就办一个婚宴户外的一个绝佳一个场所。哦，啊。伊底部的料理啊，佮或是啊，即场所啊吼，也佮闹有一个白色教堂，啊，佮下我们今仔目前啊吼，有屯个即天使花园当中啊的南部的一个据点，当然我们总部的部分，目前啊吼，竹田火车站里面我们县政府啊吼，
伊最近爱整修，先点迄，啊用另外一个场所来做一个替代安尼。哦，安尼所中有恁规划个按到按好个点同路线啊吼，安尼一般的乡亲朋友可以去那请到一条资讯，去你的名站呢，行去大天花可以请的，能可以听书规划也去讲一个资讯的。好，同各位乡亲报告。各位，迄个是讲爱看阿恁竹田乡的文化观光的一个资讯啦，吼。啊，欢迎上阿恁竹田乡的官网，阿恁咧竹田乡公所的官网，啊，阿恁文化观光所会员一个FB 的粉丝专页，很多竹田顿悟语，顿悟就是竹田的古名嘛，顿悟，哎，竹田的古名叫顿悟，好。竹田敦武仪，哎，啊也在 FB 的粉丝专页，啊分享同阿人按赞，啊阿人马上又可以有也不定期的在发通的推播。哦，嗰时候有事的，有好料的，有路线的，全部去跟你的名站去个面书直播可以看得到。哦，啊唔过讲到这呢，吼，所以你看，恁的观光资源整合以后，吼来做一条发通，最终的目的，然后来推动一个国际慢审，哦慢审的一个认证嘛。啊，恁一个认证除了观光资源之外，其底部还唔还有其他国特殊、国某强的认证的指标啊？哦。主要啊吼，咱目前国际慢审的其他部分啊吼，尤其是我是讲，因为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嘛吼，因为讲，屯太宁报告就会沙皮福利的部分，比如讲咱西施这样，咱盐政府啊吼，有建设一个最好的一个乐龄友善空间，同咱西施村啊吼，做一个在全国的一个乐龄友善的一个示范区。啊，连咧北欧的也得福利国家的，也得为沙皮工作者拢来可能也变观摩。啊，因为可能也这个老人家吼，因为讲透过可能七家人来，因为讲来照顾可能的老人家。好，有用嗰度的高科技的东西，比如讲用也个平安符，好，因为卫星定位。哦啊，我们随时拢伫我们咧老人家去到那，迄个是讲伫老人家离开个我们咧总头以后啊吼，我们马上因为有拉个推波盘呀，伊啊在照顾咋，好必定。很厉害哦。嘿哟嘿哟，啊，因为有遐乐龄友善的公车，好，因为有我们乐遐友善的遐条个店家，遐目前店家有50人家。嘿，啊，伊在乐龄友善呢，在一个在办公室啦吼，伊在最近啦吼推动个青号，啊，也也喺得到国际面上，台湾联盟个一个青睐，吼，因为一个最重要个一个指标。哦，诶，这么个国际慢审吼，伫个支票底部会加入一个老人家，也系讲消费福利的部分。系咪讲因为台湾更加乡镇底部老人家人口越来越多，系有个原因吗？系啊，因为啊吼，可能台湾啊吼，啲老人的人口啊吼越来越多，重庆生意拍啊，嗰时候讲可能县政府一片也各用心。我们过去啊，提6年前，某班呢的关怀据点，嘿，更加剩五个村拢有一个关怀据点。我所讲啊吼，也有一个需求的一个存在。啊，我们呢种植需求啊吼，也沙期啊吼，也目前也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工作，嘿。哦，啊，你说这种，头都面对一件事情哦，你有讲到一个爱心有心的讲，乐龄友善的贡茶，啊，其个贡茶同一般的贡茶有冇个无相同的部分啊？好，从各位乡邻报告，我们爱友善公车啊，吼，系对我们的可以讲系我们竹田乡啊，吼，一个各个村的一个环状公车，老人家吼，假使讲。都也喺啲友善公车的停候车亭入边啦吼，只要讲人多一会哦，啊，也喺啲查马上个感应到也，因为平安符真厉害，好啊，因为感应到也喺老人家，来到也喺啲查查站咪啊只个，啊，啲公车啊吼，因为按照也喺资讯啊吼，来到也喺部分来，也有也喺查站来。
来做下老人家。七彩工具厉害。我讲，第八查咱们有年的时间，工厂都会提供给有年哦，吼，然后我过去啊就不会错过了，吼，我了解了解。啊，不过给迄彩梯有两个平安符的人嘛，啊，那不然伊都给也平庸有一个符符吗？也平安符目前伊咪也吼，有迄示范啦，吼，有迄个人，几十也村庄，体育差不多有将近100个庄稼有。嗯哼，因为阿娘们就想讲，都多好啊，昨天要推动观光，因为要个来高龄友善的部分，假使讲阿娘老人家，哦，讲无个可以视察一下桥，都拜今天可以搭乘大众捷运，哦，去到昨天来老了也轻方便，也过安全，迄个个问题，假使讲真是有可以办，我听老人家总批。哦，来到昨天哦，三去地方迷咧，顺安尼老了搭公车也是改好一个事情，好冇？哎呀，希望吼向公司一片可以天数来重要的事情哦，加加来办事。也冇问题，也安尼要屯县政府一片来反映，啊，看看咱用来做一个平安符的一个发放屯归还，看看用来管理啊的本安尼老人家，因为乡镇的老人家来到昨天。一样可以享受到也乐龄友善的一个空间的机能。嗯，真是也给竹田乡，真是就会有国际满上的个意，真是意义的吼。要不管是后生的，也是老人家，来到一片可以好好慢活慢食，吼，享受俺的竹田乡好的观光资源，好的文化。今日啊，哇，观众朋友，听个受众的分享，还没真是想讲，再来竹田聊聊一下呢？你看有好食的。好高的哦，好老了好困的都可以，甚至讲唔是这个去哦去啥的是啥的，你可以坐公车、坐火车来到亚平亚青方便呐、啊。哦，工业前的时间，好好来认识昨天，大家讲好唔好呢？今天再一次感谢受众带来安精彩分享哦，老蒋。多谢主持人，感谢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啊。希望我们他人有闲又来竹田了，啊，来到我们竹田帮我们吃。好哦，安尼出去老了之前呢，同样听到我们先生来运动一下吧。希望阿等福气来节目嘅朋友，记得点赞天下架电视台嘅频道，顺手记得分享出去哟、哦。